尊敬的观世音菩萨，罗台长，请你帮我看一下一个1993年的女孩子属鸡的，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。1993年属鸡的？93年的。哦，这小姑娘身上有灵性啊！我告诉你啊，经常不大讲话的，内心非常的就是内向的一个小女孩。对对。我告诉你啊，而且这个小女孩经常会讲一些怪怪的话。她现在身上有个灵性，我告诉你，而且影响到她的脑子了，对不对啊？对对，已经19年了。嗯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必须啊赶紧给他念小房子，因为你打过胎，你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好给他念。那我要怎么念多少章呢？哎，要命，他怎么不知道的？嗯，不知道，我是一个刚学刚学的，我都给你抽到号码了啊。那个这样吧，你这样，你先念21章小房子，好吧，每天大悲咒念49遍，心经念27遍，消灾吉祥神咒念49遍，然后能不能放生？再许个愿。我再放生。哎，许愿的话，我女儿身体好了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女儿身体好，我将怎么样怎么样？我至少要吃，不要吃活的海鲜。初一十五能不能吃素啊？能，只要能救我的女儿，我能，我听台长的话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赶快帮她超度掉。这女儿很多年了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很可怜，她的脑子一会儿清楚一会儿不清楚。对对，是这样的。有救，我告诉你，生命是没有危险的。现在台长看上去还有1年半的时间，如果你好好的念，她有个转机，不好的话她彻底忘记，就是彻底就是什么都记不住了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你这个1年半好好放生许愿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她一定有救。感谢台长，我一定照台长的做。我做梦都梦到台长打电话叫我带我女儿来，只有这个地方能够救我的女儿。对，这是法身台长。还有告诉你啊，你边上的小孩子也有问题，听得懂吗？你边上的小孩子啊，那这个是我的女儿。哦，这就是女儿是吧？哦，我还以为另外哪个小男孩呢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嗯，好了，没什么问题了。台长他平时不大讲话的，几乎不大讲话的。台长给他加持一下，让他马上讲点话，好吧？你不要讲话啊。好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以前的时候那个户口上是叫唐琴啊。你不要讲了，你不是你孩子，你把话筒放在他嘴边，你不要想。哎，唐琴他现在改名叫唐小林，谁都叫他小林啊。小明来。哎，小明。哎，吴总你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啊？不好。你能不能讲一句话呀？台长叫你讲话好吗？你讲话大家都开心了，你一讲话大家都会鼓掌了。小明好不好？讲吧。会不会讲话？讲吧。观世音菩萨来了，救你了。菩萨。谢谢台长，谢谢观世音菩萨。还有了，台长，你看开心吗？你听不听台长的话呀？听不听台长话？有。谢谢台长，感恩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没问题的，他有救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台长，好好念经啊。好，谢谢，感恩各位师兄给我这个机会，感谢同修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大家。你好，台长。